青菜要吃淡一点。就配那个鸡肉吧。对啊，鸡肉很咸的，妈妈说这就要弄很咸的吃的。什么？哎、欸，那个要轻一点哦，那个盖子一个2000块哦，要盖下来轻一点。坏掉过、哦。不能太用力呀、啊。你不要那么用力弄哦，破掉这样你赔2000多。你要坐哪边啊？不知道。赶快找位置。你坐那边，你坐那外面放一个小碗，那个小碗放在这边，那个小碗来摆在碗上面呢、啊。碗放在金伯云的饭上面也不错、啊。不要这样弄啊，拿个空碗放啊。不用这样用了，放进去就好了，放进去。拿一个空碗。